出来了，两手给我落那儿了。不要急。赶上了。祖国等等关注哦。我要拍钱。鹏哥咋招呼呢？这是鹏哥，张树鹏。中国一张飞行第一人了。中国第一的，没有第二。看看鹏哥打他的一装服的啊，穿上这个就直接飞就行了。没有，他收徒弟嘛，你敢拜他就敢收。这个机会真是太难得了吧？这衣服看起来好重啊！这衣服看起来好重的。咱这个人家放100万的，咱们2万是吧？这个不要用了，这个坏了。